来参观校园的吗？准备行动！ 参观行程结束了，很大，受苦。用石头打碎你的骨头。 我要好好给你的教训，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收获。痛死你！ 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来参观校园的吗？正面看过去，正是你赢得胜利。 一点点痛苦就能有很大的效果。有好东西要跟你分享，公平交易。
说这是禁地仪式吗？
心灵这棵树。一点点痛苦，就有很大的后果。用石头打碎你的骨头。没有管他们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没有管他们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要跟你分享。公平交易。我要考虑一下。给我任务。打得好，我认输。